然说与小勋交往四年，不料先前却传出两人因为宗教的关系已经分手了。对于此事，28日郑仁硕出席新戏的记者会时，被询问到与小勋目前的关系，对此他大方回应表示我们在一起，并提到有谣言两人分手，其实自己是有点生气的，为什么我都是写这类型的事情，所以强调两人目前都很认真在规划未来，自己是一个事业心很重的人，感情的话会尽量维持在一个平衡点。而小勋日前刚拍摄一组婚纱照，郑仁硕也大赞小勋人美穿什么都美，一番话完全能显现出两人感情依旧稳定甜蜜呢。